来抓我呀，我在动荡，你营地狗叫啥？你真是赤裸裸的挑衅。小趴正在做任务，突然这个人就私聊我，这也太嚣张了吧，回去揍他。刚回到家，地图上就出现了红点，打开地图一看，不对劲呀，这货好像在绕圈圈。等我传过去一看，好家伙，跑了。但是我看到了他的末日好伴侣小黄。果然我刚到没多久，他就跑到了前面。说实话，没有人帮忙，我一个人很难逮到他。问候他，你特别要别跑。于是小趴想到了一个方法，既然他喜欢绕圈圈，那我就反向绕圈圈去撞他。我让你嚣张，别让我逮着你，逮着你刷你甲。结果没多久，哎，前面红点出现了，下车蹲他，来了。哎哎哎哎，他们想撞我，他喵的跑了，没蹲到。于是小趴直接导航，想着追他屁股怼他，结果屁股没追到，他跑旁边去了。你说巧不巧，本来我都放弃的，想要等一会儿再追，结果红点出现在了脸上。打打打，诶，哦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笑死我了。伏杀，你没看小趴对他多好，我都没送他走，我把他扶起来了，让他赶紧跑，结果刷甲。不是我刷的哈，我就负责扶，我没有打他。你们给小趴作证哈，他倒地之后我一下没打他，我还好心好意的去扶他，对不对？但是他老是倒呀，你看我不扶不行啊。哎，我这人就是心太好了，看不得人趴地上。你是不是被人打了，被一个男角色？但是我们管理喜欢男的，赶紧去找他玩吧。